上我们的吉斯汀未来天下第一椅的时候，你一坐上去感受到它的舒服，你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什么？是第一个声音。对，因为你知道通常那种疲劳不好弄吧，哦，不好出现的。对啊，对，那他们会截取那个片段。哦，是那种啊，太好了，这真的很舒服的感觉。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是，其实都说了，而且那个时候的访问会其实是最自然的，是，真的是最自然，是最真实的。对，而且会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，通常我们去请人家或者请非常厉害的师傅按摩的时候，对，都只有一个人嘛，都只有一个人。当然你可以叫很多人，但是又花多哦，这句话也会被截取哦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哈，我们是说，耶，不要忍，不是，哎，本来就是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你可以叫按脚的，按背的，同时进行，对，就多花一点钱，对。那我。怎么？对啊，对，但是通常来说，我们一般来讲按摩就是一个师傅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般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投顾友的，我们的集四 D 未来也是要让大家感受到，当你一坐上去之后，你身体很多的疲惫积累已久的那一些血点，真的是会帮你真的非常精准的按摩到，而且舒压到。没错，嗯，而且刚才说的是四个人，对，事实上他如果整个在操作的时候是超过四个人，而且至少十个人以上哦。可以，他同时有头的部分，对，有颈部，没有头大概就八个人，八个人同时按你的头，真的太好了。脚也是超多的，对呀，啊，所以这台等于是百分百啦，因为你看他连手掌的部分都可以帮他按到，手掌也按到，是。